听闻懒天下，今天和大家说说娱乐圈中没有绯闻最干净的九大女明星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俞飞鸿有着惊鸿仙子的称号，不过她还是单身一人，出道至今没有什么绯闻传出。景甜出道以来就和许多大牌明星搭档拍戏，并且还晋级好莱坞，可是说是一路以来星途坦荡理性，一路走来都非常的努力，虽然以前一直不孕不火，不过慢慢的随着作品的增加而火了。2017年7月28日李沁出演的建军90周年献礼片《建军大业》全面上映，韩雪对于韩雪的家庭大家都众说纷纭，不过韩雪是一个很保守的女明星，就连当初拍戏都不能有太过分的情景。韩红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，出道早这么多年没有任何绯闻，可谓是娱乐圈最干净的女星。佟丽娅这位非常性感的新疆女孩，虽然和陈思诚离婚，却一直没有出现绯闻，舒畅给人的感觉就是清纯干净，几乎看不到她任何的炒作新闻或者绯闻，她总是一心一意的带给我们很多作品，演技也不差，就是不红而已。梅婷非常低调，事实上人家作品很优秀，是真正的实力派，长得也还可以，她有过失败的婚姻，这根本